擁有高超的剪髮技巧和一部功能齊全的剪髮相機，就可以將自己最靚的一面表露出來啦，還可以強化自己的身體優勢，令到張剪髮照更加吸引的。身材娇小的女仔最想知道怎样可以拍出长腿的，第一点就是要将相机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，而且用一个有广角镜头的相机就可以容易拍到全身的了。有了 Y 镜，你看看几宽几高，那就不怕拍不到全身啦。第二点就是角度的问题啦，低炒嗰阵镜头同鼻面当然不可以形成水平啦，咁样个人先会放喺张相嘅中间位置噶嘛。新一代嘅自拍神器已经可以透过手机 WiFi 遥控 ，download 咗个手机 app 之后就可以连线遥控自拍噶啦。就连跳起自拍都得噶喎，仲可以 save 喺手机上面上 Facebook 添。